苹果 MFI Made for iPhone 认证，简单来说就是苹果认证的配件，就像是一位严格的爸爸，会检查所有要进他家的孩子，确保他们品行端正、健康无虞，才会允许他们进入。MFI 认证的配件也经过苹果的严格检测，确保他们符合苹果的安全规范，不会损害你的苹果装置。因此，当你看到一个配件上有 MFI 认证标志，就代表它是经过苹果认可、品质有保障的产品。如果你使用非 MFI 认证产品，可能会面临一些风险，例如您的 iOS 装置可能会损坏，线材可能容易损坏，接头端可能脱落、发热异常、无法连接到装置，或者可能无法同步装置或对装置充电。若要辨识仿冒或未经认证的连接线和配件，请仔细观察配件的包装及配件本身。经认证的第三方配件在包装上有 MFI 标志。Apple 建议仅使用经苹果认证并附有 MFI 标志的配件。当然 ，MFI 认证的配件通常比非 MFI 认证的配件价格更高。如果你预算有限，也可以考虑购买非 MFI 认证的配件。但如果你想要确保安全和品质，那么 MFI 认证的配件是更好的选择。